我是周周老师，你们可以叫我 Brenda。 我来自中国北京，我是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北京总部的老师。首先在这里我要代表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欢迎你们参加这一次的中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是由中国希望数学少年俱乐部和巴西 Alpha Lumen 研究院共同合作组织的国际性数学竞赛，而这一次的赛事呢，和其他学科类、科学类竞赛都完全不同的形式，相信你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快乐。而 Alpha Lumen 团队也为你们准备了很多有趣的课程，你们一定要关注这些课程，看他们的更新，相信这些课程对你们比赛会有很大的帮助哦。而这次在比赛中最优秀的团队将获得到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团体锦标赛，在中国你们将度过近2周的时间，在这里你们可以有机会和来自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一起做数学、学数学、玩数学，相信你们会从中收获很多的快乐、经历和美好的友谊。那如果是巴西公立学校中最优秀的团队，你们还将获得中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组委会的资助。那在这里我预祝大家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希望能够在中国见到你们，加油哦！ Esperamos vocês na China. Nós somos a mudança, uma verdadeira startup social que incuba as mentes mais brilhantes. Aqui dentro tem um Brasil que dá certo.